哎，成功了！那我们可以一起去成立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吧。咋就两份啊？咱们一起吃吗？小气！你们拿杯子，我对瓶吹，干杯！ 这酒真好喝，不错不错。哎，方梦初，你咋又突然回来了？是不是见你拍失败了？真的？不是，是彭叔望和我爸非让我回来一趟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是真的想我了呢。我当然想你了，你可是促使我回来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是吗？文彤，他可说你是稻草。 他说我是红毛也没有关系啊，反正我是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一环就足够了。听见没，草包？没关系了，草包就草包喽，反正总有人当我是燕窝，至少我爹就是。哎，那你还走不走了？其实吧，我也不知道我那个电影算是成功还是失败，我只是想真正的拍一部电影，或者说拍一部真正的电影，不然我会不甘心的，所以你会支持我的，对吧？ 其实，我也不知道你这个电影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，所以我觉得吧，你这个电影挺成功的，大家伙都说好。刚刚我还和我爹看来着。是吧？啊，我就说嘛，观众说好才是真的好呀。就是啊，哎，他成功了，干成他走。那算是成功了？对啊，成功了。那我们可以一起去成立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吧。 大家伙说好了，也未必是真的好。我给你打个电话。小乔，不管成败都是我跟文彤的事儿，你老掺和什么呀？小乔他也是关心咱们嘛。就是啊，关心你们呢。那待会儿吃完了，你先走吧，我送文彤回去。这么着急干嘛呀？咱们都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多玩会儿呗。 哎，小乔，啊，你待会儿把那集装箱收拾一下吧。我才不去呢，臭烘烘的。臭烘烘的？啊，你把灯厕所了？你可别冤枉我啊！我一次都没上过，还不都是在你家打工的那些工人，来来回回上了多少次了，满地都是。哎呀，你俩别说了，恶不恶心啊？赶紧出牌，快点快点！收拾收拾。我就剩一张了。我炸！要不要？ 俩色儿，哎，我对K，哎呀，对老K，不要。我四打没了。俏俏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我就剩一张牌，你出对子干嘛呀？哎呀，我把你当地主了。<笑>我看你就占我来劲儿，是不是？<笑>去拿果汁去。行，拿果汁，等着啊。哎呀，我又赢了。你带他过来干嘛呀？ 你不然让我走过来啊？你又不来接我，这全是山路。不是，我是临时有事儿才没接你。我以为你就是想让小泉带我过来，然后咱们三个一起玩呢。我们都长大了，都有自己的事情干了，我哪有心思跟他玩啊？怎么长大就不能一起玩了？我就是想单独跟你待在一块儿。完了，果汁喝完了，那你再买两瓶去。当当当当，还剩一瓶水。喝啊！